第一次尝试就是先给自己60分吧，60分以后未来有更大的空间。我也是吧，因为第一次尝试这样子的表演模式。我打120吧，给他俩补，一人补40的。不是吧？不是，我最怕就这个问题，我最怕就是这个问题。我也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从头到尾都很欢乐。就你忽然跟我说是哪个地方很欢乐，我就是白的。啊。那觉得黄蓉目前这个角色的话，跟你自己有一些相似吗？跟我一样很可爱，俏皮、古灵精怪。嗯。我不能说改变，应该是认知吧。我觉得就是我可能比他这岁数会大一点点啊。对，就是因为其实 sketch 这东西挺难演的，因为它是结合于舞台，我们常规的对小品，还有对一些所谓的喜剧的认知，其实它是一个结合体，它是一个比较前沿的一个东西啊，其实它很不好拿捏，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两个能完成，还能完成的挺好，我觉得就相当的不容易。对，因为这个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。非常谢谢老师的帮助。不，真的真的，我觉得有天赋，嗯，还是有天赋。就是希望20岁的女生们就可以，趁着年轻，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尝试一些自己想尝试的事情，不要让青春留有遗憾吧。